林国庆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箱，公司的资产佮重要文件拢伫个内底，啊，不过密码敢若伊知影。国庆啊，我的亲生后生，专工来看你，你有欢喜吼？你佮他讲的死死混混去啊，密码我是要哪问？我袂当冲动，甲爸叫出来见见，绝对袂当介意有正面冲突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